就叫你巴巴。热巴，热巴就好了。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他马上问你了。你什么星座？中。啊，有坑吗？没有，你接着问，没事，你接着问。孙老板，来，老板在中间来，我不来，我站着没好事。快点的，我站在巴巴旁边。你别站在巴巴那儿去，我好不容易见着巴巴了。叫巴巴，巴巴是我偶像，我绝对不会是一个老传统意义上那种孩子奴，不会的。我如果要是那样，那我不成黄渤了吗？我觉得艺兴将来会是个孩子奴，他要生个女儿，他绝对是个孩子奴。可以见得未来张艺兴会是个孩子奴。艺兴很男子汉，他可不是小萌芽，那真有劲儿，真的在韩国能变成一个舞蹈领队、舞蹈队长，你想想得有多强的毅力，然后得付出多少，那得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够扛下来。我很期待艺兴，所以这样的男人很容易将来变成一个这个孩子奴，除非他要向红雷哥学习。我觉得还是肯定受得了吧，对啊，红雷哥那个就像父亲一样的那种感觉，还是有的。父亲？哦，对不起，这样说他太老了，就是感觉像大哥哥一样，很大很大的哥哥啊。匆匆忙忙，卡里玛可不是跑得快就能打得过去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卡里玛？初阶大天使之怒，哼，不知死活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？风之指环，阎王兽都没有。你，去卡里玛，你需要他。接着，走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想来找我，就激活手里的印记。